当时是咱们就不卖了，再不卖，他又那么多月跑回来，就不能摔，不能骑，就是不能那个毛把些，咱们不穿他的毛那些，还自由自在的。这个上次那个他回来时候呢，王位上挂住的，挂上挂来的，这个现在还没好不掉的。哎呀，楼一个楼上就这么过来，太可怜了。